复兴以色列国，那讲义的第二面。那么这里讲到希伯来书九章啊十节跟十一节，那么这里讲到啊主耶稣来哈，就是把旧约肉体的条例废掉，那么保留了诫命跟道德律的精神啊，所以来成全啊律法啊，成全旧约啊，在主耶稣里面呢啊，就是他这个复兴的意思就是改正啊，振兴啊，重新开始哦，所以啊，主耶稣来到完成这个事，就建立了使徒时代的教会哦，使徒时代真正的教会只有一间，并没有很多间。哦，所以刚才早上讲到1517年了，马丁路德改教之后，啊，老教就是天主教，啊，就后来变成啊，现在很多的基督教啊，都是从1517年以后开始改教的哈。那么当时在这个之前，事实上天主教已经分裂了，啊，就分成东正教跟原来的天主教啊。东正教就是东罗马帝国信的啊，哎，在这个中东这边的哈啊，西边呢就是天主教，所以它本来就是不一样啊，连圣诞节都不一样哈啊。东正教是1月6号，啊，台湾的中正教在新店那边有一间哈啊，没有很大哦。那所以你要了解，这个就是人的教会产生的问题，并不是圣经的问题，而是解释还有教派的产生的这种问题。那同样的道理，到啊，这个耶稣来的时候，你知道看到这个历史，你就知道到耶稣来的那个时候，圣殿早就已经不是圣殿，虽然是啊那个柱子是圣殿的原址，但是却是希律王所盖的哦，所以已经不是出于神的旨意盖的圣殿，所以早就荒废掉，里面也没有约柜。所以耶稣那个时候来了，就是他自己本身，他的肉身就是神的殿，所以他说我拆毁了，我三天要重建。当时的犹太人没有人听得懂，连门徒也听不懂，因为他停留在当时的思考模式，所以主耶稣讲的话当事的人都不一定听得懂，门徒都不一定听得懂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真教会讲很多的道理，一般基督教根本也听不懂，没有圣灵的带领你也是听不懂的，你会觉得哪有这种事啊？就像圣经以西结书也有，以赛亚书、先知书都讲，你们被掳到各国，要回到本地，回到就是以色列本地。你看到1948年才恢复2000多年，但是这种应验就应验了。但是还有一个应验是什么？福音要回到以色列，这就是新约。那耶稣那个时候哦，因为福音本来就在以色列出现的，耶稣在那边传福音啊，后来传到罗马帝国，整个罗马帝国都信了，但是就开始变质了，是这样了。所以你看历史就是这样。那后来我们就想到回来，在什么叫做复兴，就是本来是好的垮掉了，我们叫复兴，是吧？重新恢复叫复兴，把它改正，把它补修回来叫重建，倒塌的重建。阿毛苏斯讲的大卫倒塌的帐幕，那么大卫那个时候他预备了圣殿，所罗门帮他建了圣殿，后来就倒塌。所以阿摩先知也讲到这个问题，那后来就指什么？耶稣来重建圣殿，就是指教会了啊！教会也不是真正物质的圣殿。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把希律王所盖那个圣殿说，有一天你们看到这个圣殿墙上连石头都要被拆光光，真的啊，现在只剩下哭墙啊。那么圣殿在哪里？已经不是物质的圣殿。所以今天我们真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再用物质圣殿的信仰模式来信耶稣。所以耶稣一直讲说，你敬拜神不要在撒玛利亚的山上，也不必在锡安山的耶路撒冷，你要用你的心灵跟诚实敬拜神。心灵诚实就是你自己，所以你自己本身借着洗礼，借着圣灵，借着真理洁净了，你就是圣殿。
你不要去找别人了，复活是你个人的事，跟别人没关系，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今天啊，时代主耶稣就把它改正过来。所以你看圣经的很多经节都在讲这一件事，从耶稣那个时代应验一直到现在，只是中间的道理有偏差，那还要回来。本来是对的，使徒时代教会对的真理偏差了，那什么叫做复兴？就是把它重新恢复。所以我们真教会叫做万国更正教，就把更正回来。但是现在我看才不到才一百多年，有的弟兄姐妹明明是更正回来了，他还要走回头路，走回所谓学院的思考模式等等。你要回到耶稣的，不是按照你的学术的研讨的那种，不是直接的体验，直接跟神。好像保罗他接受了当时犹太教的教育，他认为耶和华就是耶和华，耶稣就是耶稣。他后来主耶稣跟他显现以后，他就直接体会耶稣就是耶和华，就这么简单，直接体验就改过来了。使徒也是这样，那改过来以后就明白了，明白开始传福音。那今天我们也一样哦。所以很多道理啊，不是你用嘴巴讲的就可以了，亲身的体验还有圣经的验证，如果你的体验跟圣经不符合，要去把它修正调整回来到圣经，而不是用你的体验。这中间有差一点点，要注意。那么现在讲到这个什么叫做圣所，属圣灵的以色列神的国，真帐幕，真圣所。那我这里讲到旧约新约的关系，所以主耶稣来啊，是带我们进入天堂。那怎么天堂？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你没借着耶稣啊，你的罪怎么赦免？所以今天只有耶稣可以赦免你的罪，只有耶稣可以带你进天国，没有第二条路。很多宗教有各种宗教的路，宗教的那种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那是他的想法，想法跟事实是两回事的。中午在吃饭喝啊，有人讲到，怎么样谈到这个转世的问题？我的阿公阿嬷啦死掉了，他是的灵魂还在这里吗？还是到哪里去？我们讲天堂啊，有时候会以为说在喜马拉雅山的上面，是不是？不要讲这样太远了，什么玉山的上面？不是，你到玉山上面也没有看到了，那个是物质的想法。事实上，神就在你的中间，就在众人之上、众人之内，这就是神。那进入神里面，神是没有时间的，你不要把神当作有时间，本来就没有时间嘛。自由拥有怎么会有时间？时间是因为你地球的问题自转，你自己的心跳才有时间的问题。你如果进入死亡，离开了肉体，就没有时间的问题。所以呢，要没有时间的问题，就没有什么痛苦的问题了，那只有罪的问题，得救不得救的问题，是差这样而已了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把观念调整过来。我们不要再停留在三度空间，去看到神的时空啊。讲起来，神里面没有什么时空了，但是不好解释。那你自己想一想哈。那再过来讲到这个天上的锡安山，新的耶路撒冷，希伯来书十二章讲这个，这里面有好几个重点。那么天上的锡安山跟耶路撒冷锡安山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。地上的锡安山现在到处都是教堂，都是坟墓，是吧？你到以色列去参观就知道了嘛。那锡安山旁边还有一个橄榄山，对不对？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都是观光圣地啊。那圣地呢，一点圣都没有啊。有人去啊，传道啊，说那里是圣地啊，还有跑到耶稣啊这个被埋葬的坟墓里面啊，跑进去一祷告，哎呦，耶稣你在这里埋葬，哇，好感动啊，感动就感动嘛，感谢神。那一个洞是不是真的耶稣的？就算是又怎样？是又怎样？如果你没有不能死里复活，像耶稣一样永远复活，那你感动也感动回来也没有感动了嘛？就好像有人爬到西乃山上面去，哇，怎么样怎么样啊？好像摩西进入西乃山，那摩西进西乃山两次啊，一次40天不吃不喝啊，那你现在上西乃山，现在的地上的西乃山。何烈山啊，名称不一样，实际上是一个位置。你能够到西乃山、何烈山上面40天不吃不喝吗？可以不可以？可以啦，就死了。
这样讲还比较懂一懂，因为你一定要喝水啊什么，那摩西不必啊，因为到神的那里去，所以你不用用人的想法去看这个事。所以有时候很多圣经的观念事实我们现在用想的想不通。有信徒说跑到西乃山上面去看啊，累得要死了，就想到说摩西怎么那么八十几岁还爬那个西乃山，不会累吗？那神跟同在当然不会累啊，那神没有跟你同在嘛，所以你爬到一半就受不了了啊。这样我们很多信徒啊，也有去啊，传道也有去啊，长老执事也有去西乃山啊，回来说那也安呢哈，哎这那个同样都是奶哈啊，哎这个受不了哈啊，因为那个是很冷很热的地方。所以神的国度不要停留在物质的这个山。所以有人说在台湾的某个地方有叫锡安山哦，那边卖很多这个干燥的水果啊，有信徒买一包，哎这西乃山的啊，这个锡安山的，我看哎呦那我就说我会胖呢齁，那西乃山怎么这样齁，不一样齁，那个是人说的某个教会的所谓的西乃山，这真正的西乃山就在你的心里。所以圣经西乃山哦，真正的锡安山是什么意思？他说主耶稣的再临，这是真正的锡安山哦。所以主耶稣就是一个大山，我们早上读那个以赛亚书二章哦，超越众山，那这是属神的才是超越，属地的没有超越，你没有比喜马拉雅山圣母峰还要高嘛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不要去找物质的山那同样的道理，圣灵同在啊，就是永生神的诚意。所以神的灵在你身上，你就是永生神的诚意，你就是属灵的锡安山。那么这个是神所经营啊，有根基更美的家乡。神经营就是圣灵临在，就像我们每一个人，你的信仰从开始打地基是什么？耶稣的道理、使徒的道理、圣经打地基，慢慢长大啊，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。以弗所书第二章有讲这个，慢慢打地基。所以信仰不是说马上都变好了，所以你也不要在乎说今天哪一个同工啊讲道理有点小偏差啊，跟好像圣经有点误差，正常，正常的，因为他还没有看清楚哦。就像我们盖一个楼房都还没有盖好的时候，怎么看都是不完美的嘛啊，等到都盖好了也不一定都完美啊，还要实用以后慢慢修慢慢调哦，一样的道理啊。同样的，你今天父母亲生一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么小嘛，巴掌大，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也是不完全，越来越完全啊。但是人生都不会完全啊，到老的时候更不完全，你知道吗？老的时候就完全了，没有啊，牙齿掉了，头发掉了啊，好像传道书十二章啊，那人啊，哩哩啦啦啊，啊，怎么会完美？那除了你的心以外，真的，肉身都会毁坏，生老病死。这是物质的条例，免不了肉体的条例都会废掉。所以你看现在还要感谢耶稣啊，如果按照旧约你是不是要牛羊献祭，要不要？再差的话找斑鸠，对不对？还好 台北市很多斑鸠，你就去抓吧哦，那抓来献祭，那献祭找祭司在哪里去献？你现在环保局会抓你啊，不能随便乱烧，也不能乱那个哎，那所以这个时代啊，神就一直把它调整啊，到属圣灵的啊，非常轻松的，不是像旧约那么重担啊。这从这一点呢，我们去体会一下。那么这个圣城呢，就是天堂乐园，乐园这是形容，天堂也是个形容啊，就是天上的啊神的居所，乐园是好的无比，是这样的意思而已。所以灵里面进入没有罪才是最好的，有罪的都不好。那么这神自己的居所，因为神是无所不在嘛，所以神的灵临在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圣殿。既然圣灵降在你的身上，你就是圣灵的同在的地方，你就是圣所了。那有人说哎呀我还没有灵言，没有灵言，那神感动你算不算？算。我讲一个道理给你听，你看那个玛利亚生耶稣，圣灵感动他生耶稣，对不对？请问圣灵有没有跟玛利亚同在？有，他生的耶稣。那一样的，我们你会信耶稣，你今天会明白道理，是不是圣灵感动使你明白？对不对？对啊。那给你明白以后，那我们有没有灵眼怎么办？
继续祷告啊。就好像今天你到台湾来，你已经有台湾的护照了，但是台湾话还不太会讲，那就祷告嘛，啊，学嘛，哈。但是圣灵不是用学的哈，先讲在前面，是求的。啊，得圣灵了哦，一样天国的话，来证明有天国。所以有的人是先得圣灵，哦，然后受洗；啊，有的先受洗，后得圣灵。有的人得圣灵很慢啊，这边细啊，在得圣灵的也很多啊，哦，所以不要勉强哈，就是你就继续求吧啊，就这样。哦，那简单讲就这个。那再过来呢，在这个神的居所里面，耶稣是王啊，所以你顺着圣灵耶稣的带领，你很多东西就一直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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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。你用自己的想法你就不好，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一直讲到说，两个顺从圣灵得永生，顺从情欲说败坏，这些都是指受洗的人。所以受洗里面也是还是两种人，所以有看到，哎，他已经受洗那么多年，怎么会这样？说他顺从情欲，当然说败坏，所以有的信徒就到最后信仰败坏了。但是神有时候一把他拉回来，你知道，他已经败坏到已经不能用了，啊，那神呢又重新把他拉回来，啊，他犯罪了，犯罪就犯罪啊，悔改啊，拉回来，重新开始。哎，这种情况在圣经里面哈，从历史从。一直都是这样，就像现在神已经建设地上的以色列国，对不对？1948年建设了，但现在的犹太人不信耶稣，你知道吗？他信耶和华。哦，所以你不信，你去我们这里台北有以色列办事处嘛？你问他，他们信耶和华。他说耶稣不是神，耶稣是先知，所以他还没有改变过来。那神在等啊，什么时候？福音还会回到以色列，这一点还没有通。但是神有没有给他复国？有，按照旧约的预言先给他复国，一样的道理。这物质的都先这样啊，他们都还不信耶稣，耶稣真神都给他复国，那我们可以想到有什么样的道理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现在很多人都不信耶稣，就认为神没有能力给他改变，神要改变刹那间很快。现在的回教徒没有信耶稣，对不对？那圣经有记载啊，福音要传遍天下，有没有包含这些回教国家？当然啊，啊，他们会不会信？有啊，但不是全部啊。哎，就像使徒时代，犹太人局部信耶稣，不是全部啊，一样的道理啊。那神有没有能力？有啊，会显明啊。那怎么样显明？那神的作为啊，你不是神啊，所以我们不必去操作，也不必去说怎么计划。没有，这不是你的能力，是神的能力。好像保罗会信耶稣，犹太教，他是犹太教嘛，他最忠诚的人，他信耶稣，180度改变，那是神给他改变。彼得会改变，这些都改变。祭司，连祭司都来信耶稣，就使徒时代会啊。请问现在的犹太人会不会信耶稣？会啊。好像我们黄维礼弟兄，他为什么信？我们松山最了解这个，那是神的带领嘛，也不是我们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人说，哎，那是借着婚姻。我说，你以为婚姻那么容易就想要改变了？我们有几个信徒嫁娶还没有信耶稣的，花费了一辈子到底被戏啊，那个对方还不愿意信，不是你想那么简单啊，这要他圣灵开窍。我们不要去责备这些人，凡事都有神的美意，这样想就好了。所以不要用你短有限的眼光去论断这些事，神的作为超过你所想象的。好，那继续我们来看，那么这个神的国度啊，它是怎么样？它是神的看顾，发光，传警告，荣耀啊，繁荣。那还有这里有神的天使存在啊，这些都是形容词啊。圣经为什么写那么多啊？因为这是属圣的一种表现，所以你真的在基督里面了，这些都会有。那还有呢，诸长子的总会。什么叫诸长子？耶稣是不是长子？是，啊，因为他圣灵所生的独生的长子，独生就是圣灵直接创造生的。那我们呢，也是长子，因为我们都是圣灵所生，都是长子，只是不一样是什么？他是独生的，圣灵直接啊，借着玛利亚生的。我们是父母亲所生的，我们是在罪恶里面生的，血气里面生的。但是呢，神的恩典把我们借着主耶稣的宝血
啊，把我们的罪赦免了，我们的身份就转变了，变成也是神的长子。因为圣灵，请问圣灵是灵对不对啊？圣灵耶稣是肉身的长子，没有错啊，也是灵里面所生的长子。那我们呢，身份在灵里面的身份都是这个圣灵所生，所以都叫诸长子啊。所以人说我们是次子，没有，圣经没有这样写，圣经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女，直接由圣灵所生啊，借着洗礼，借着受圣灵都一样，所以大家诸长子，大家的身份都一样啊。所以在灵里面，这里面没有说哪一个是最大的，是吧？那耶稣如果说我们用肉身的角度，耶稣是长子，那使徒是次子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们是孙子，是吧？我这样讲起来，那我们感到孙不到几代了。不是，神的灵就是这样。你今天说的圣灵跟使徒实在是一样的，所以都是一个圣灵直接给你的，是吧？所以你的身份是祭司，啊，是掌地上的王权，大家都一样。啊，这个很多人对这一方面呢，没有弄清楚，就用那个人的辈分去算哈。啊，今天吃饭的时候，有个弟兄说：“哎呀，我要跟算辈分啊，我这个什么亲戚啊，在教会里面不知道怎么叫。”我说：“我叫弟兄姐妹最简单了。啊，不叫阿姑、阿公、什么阿伯，安尼姑公、什么公，哦，公到要空空的，公没了啊，那个麻烦。所以辈分、族谱怎么算，都会有麻烦的事。在基督里面呢，都是长子，就没有谁大谁小，只有耶稣最大，对不对？真神最大。哎，这个身份的提升哈，超过你的族谱的问题。所以读圣经哈，不要停留在家谱的问题，啊，不要啊，把它跳脱了。啊，再过来我们看看，这里面有义人的灵魂。什么叫义人？自古以来，不管你旧约时代哦，摩西之前，人类以来被神看为义的人，他们的灵魂都到神那里去，得救的灵魂。所以神的国度是得救的灵魂，那里面包含了旧约、新约，一直到现在，哦，一直到将来。所以义人的灵魂就是到基督里面，哦，你的灵魂到那边去。那没有得救的人，不义的人，灵魂只是不能在这个属灵的锡安山，他在这个圣城外面。那有人讲，因为被这个圣城外面，被这个外面这种名称表示说他是不能得救，是这样而已。请问天上的圣城有没有固定的一个位置？有没有一个空间？没有，他的灵嘛，属灵的叫他没有空间，但是用意象里面给你去形容，给你去描写。所以启示录21章天上的耶路撒冷，他是用形容给你描写。那圣城里面是神的光，他没有物质光，不用日夜光照了。哇，那个太好了，比太阳能好啊，是吧？太阳能还是会有局限，对不对？比我们的晶片还要厉害。你现在纳米再下去就到顶了，对不对？台积电也头痛啊，再下去要转换跑道啊，否则的话研究不下去了，因为你是物质嘛。那属灵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所以有时候读圣经哦，不要停留在物质界的角度去看圣经。圣经是以圣灵，圣灵是超越一切的，这个很难讲啊，这个没有体会也讲不清楚啊。所以资料精简把它整理出来，就是这些。至于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那是你个人的事啊。圣经就是这样。再过来有讲到新约的中保，耶稣的宝血。哎，如肉身来说，耶稣的宝血流出来才一点点啊。那今天耶稣的宝血为什么借着洗礼啊，显现给我们看啊，来洁净我们的罪？约翰的体会啊，他亲身的体会主耶稣的宝血。当然，我们有时候看我们教会的洗礼，有时候在海里啊，那个水变成红色的啊，等等这些，那都意象，是真借着给你体会啊。但不要停留在这个层次哈，还要跳脱了啊！如果我这次洗礼我没看到宝血，我就不算了吗？对不对？不是这样哈。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，意象跟真相它是有落差啊，就好像你做梦跟你的现实是不是有不一样，还是有落差的。但是这个都是提醒我们啊，进入神的国度，给你去体会啊，因为我们带着血肉的身体。所以你要真正的完全了解这个，你必须脱离你的血肉的身体，才可以进入啊基督里面。所以约伯一直讲说，我在肉体之外去见神，
我亲眼见他。那、啊、你都没有肉体的，怎么会叫亲眼？那是心里的眼，不是物质的眼，知道吗？那你肉体都没有了，请问还有没有眼睛？有啊，死掉的眼睛。你没有看过死掉的眼睛？有没有？参加丧礼就看到了，都闭着。啊，你给他睁开。你没看过那个死鱼？有没有吃过？啊，没有吧？吃也吃过，鱼眼睛啊，不一样。所以你不能用物质的角度去看。好像那个尼哥底母，主耶稣讲重生，他就想到哦，重生妈妈那边生出来。耶稣说不是啦，从水跟圣灵生。哇，后来他才慢慢才明白，刚开始都听不懂啊。所以神的道理也是这样哈、啊。那么再过来，那么耶稣的宝血，还有个亚伯的血啊，我就想到希伯来书为什么讲亚伯的血？亚伯血是因为兄弟相杀，杀人的罪。亚伯为神为他伸冤，那从这个开始，亚伯是代表义人，就代表亚当那个时候的义人，他没有做坏事，却被他的兄弟把他杀了，那神替他伸冤。那有人就想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在亚伯还没有被杀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出面阻止，对不对？他就不会被杀，不是很好吗？但是神就是这么公义，他不随便出面的。那也因为这件事情证明亚伯的义，也证明该隐的罪，所以该隐在世也好，在灵里面他不能得救了。就这么从就是这么简单。那从亚伯一直历代以来，你看我们历代的先知圣徒是不是常常为了道理被杀，是不是？一直到你看哦，旧约有一个撒加利亚哦，那个大祭司也被杀啊！到耶稣之前被杀的是谁？施洗约翰，有没有被砍了？那么耶稣自己都被钉了啊！还有呢，耶稣之后第一个牺牲的是谁？你看耶稣之后是谁？门徒十二使徒，对不对？十二使徒里面有谁？雅各也是被砍头的啊！那众使徒都一个一个为主牺牲啊！那七个执事里面最有恩赐的斯提凡也是被人家用石头打死啊，你看他们都流血啊。那一直到保罗，你看也是一样啊，都为主牺牲啊，一代一代啊，历代的使徒哦。你如果读基督教历史一直读下来，你就会体会到这中间的过程哦。啊，那到后面你就会慢慢的哦，原来圣徒的血到基督来之前圣徒要被杀啊，启示录十一章有讲这个事情啊，第三天半复活，那是做已经到世界最后的结束之前了啊，那时候会出现一个王统一这个世界。那么在这个之前有三个王要出现啊，就是所谓的三国演义啊，现在已经慢慢在出现啊，亚洲、欧洲跟美洲三洲争霸的问题，这是但以理书七章二十四节所讲的，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进入这个啊，后面还一段路哦。你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中国有三国演义啊，五六十年就结束了，那是中国嘞，三国时代。那全世界的三国演义是大的三国演义啊，不是你想那么简单啊，哦。所以这个局势就是走这个三国演义，圣经已经写出来了。你就慢慢看好了啊！有人说那有可能，那有可能美国那么强大？我说对啊，圣经就讲三国演义啊，局势不得不然啊，啊，这个就是圣经写的啊。那以后变一王啊，世界统一，所以孔子讲的大同世界，结果大同世界哈，就是世界最不好的时候，因为真正的大同世界到天上，不是地上的。所以我们那个松山机场里面看到有写几个字，你听到没有？用科的礼运大同篇，要礼运大同啊，礼现在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运也不知道走到哪里，大同只剩下大同牌啊。最近的生意也不是好到哪里去啊，感谢主为他祷告 啊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从俗世的时候，孔子想象的所谓大同世界讲起来就是神的国度，他一直讲到圣人圣人，
他自己没有讲自己是圣人哦。嗯、孔子讲的圣人，孟子讲的圣人，讲起来就是基督。世界上我看了没有第二个圣人啊，可以赦你的罪的，可以复活的，没有啊。都是剩下的人很多，剩下春落来很多、啊、但是呢，没有真正所谓的圣人，就是被人家封为圣人的也不是圣人啊。啊，孔子是被谁封圣人？汉武帝啊，至圣先师还没有称为圣人啊、哦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写那么多，到元朝的时候，为了政治才把孔子正式封为圣人啊、哦、哇，那是剩下的啊。啊，所以你要了解，他在世也不是完美的人啊，所以人都是不完美的，所以你没有睡死里复活，你都不算完美。所以圣经一直讲到说，我们要死里复活，成为一个完全的人，跟神一样，那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那才是真正的成圣称义的人。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就是要做这个成圣称义，是大家都成为跟神一样，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的长子，哎，这个身份是与主同作王的身份，非常尊贵的身份、哦、超越世界的身份。你信耶稣，如果信到这样，你就懂了，这不是迷信。那有人说，那我可能还早嘞，等我死掉我看不到。对啊，你是看不到啊，但是你了解这个道理，这个根基在你身上，好像一个种子，有一天你就会发芽、哦、新的生命出现的时候，重生，真正的重生，死里复活，那时候你才知道你今天所信的所做的才有价值，否则的话没有价值。否则历代这些圣徒流血牺牲，为什么、哦、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一直讲到说，他们在世的时候得到了应许，但是还没有拿到这个实现兑换，他们因着信而死，都等候基督的救赎啊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就讲到后面讲到这个事情，你看他们继续盼望哦。那我们就想到世界上的以色列的复国，以色列的国家，他们现在已经复国了，地上的国家复国都经过2500多年。你看那以色列的信仰一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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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传下去，借着家庭信仰一代，不容易啊，2000多年啊，神的话应验。那同样的道理啊，主耶稣再临，教会要传遍全世界，这神的话也会应验啊，是一步一步在走啊。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开始的，还不算全部，因为我们很多的观念还需要修正哦。你还停留在所谓的教派色彩的时候就有问题，台湾的主体意识这个都不对，要跳脱回到神的角度，这样才会比较更明白一点、哦、所以这个啊，锡安山、哦、天上的锡安山、啊、从这一点、啊、给大家做一个体会。那我们看到这里面、哦，第三个部分，神的家，基督啊、哦、与心腹家庭，从亚当夏娃啊、哦、这个建立家庭，这就是神的教会开始啊、哦、到那个挪亚方舟，这也是个教会的象征啊、哦、方舟里面的人，然后一直到出方舟，竹坛献祭，挪亚竹坛献祭，这都是教会、啊、神跟人的关系啊、哦、那一直到啊这个啊、摩西啊，出埃及，你看他们怎么样，盖了一个会幕，对不对啊，里面有耶柜等等，那、啊、这个也是教会啊，神借着会幕啊、哦、云柱火柱跟人同在，就是天人合一，中国人讲的这个就是会幕啊，就是教会圣所啊、哦、不是大家都可以进去的，所以大祭司每年7月10号要去献祭啊，好像中国的皇帝自称为大祭司，每年交祭、哦、就是天坛那边献祭一样的、哦、从周朝商朝都是一样的，他们夏商周一直到现在，到民国才没有，宣统年间都还有去交祭，去天坛去祭天、啊、中国历史上只有四个皇帝没有祭天，秦始皇是其中的一个、哦、还有那个五代的时候好几个，加起来才四个，我查过了，才四个皇帝，啊，他的年代都朝代都没有超过15年，那10年左右就死翘翘，哎，神没有祝福，有差。虽然他不是不知道他是谁，不知道这个天是谁，但是他的心意达到了，啊，所以这个还是有差啦，哦，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慢慢去领悟一下中间的预表象征哈、哦。那今天你要知道，
啊，使徒时代的教会，你看，到大卫的时候就变成圣殿，啊，圣殿就是跟神交通的地方啊。到所罗门王就已经差不多败亡了。所罗门王的时候，他虽然盖了圣殿，他晚年都已经离开神了。虽然有圣殿还在，啊，这个仪式都还在，诗班什么都还在，实际上已经败坏了。所以所罗门王一死，国家就分裂了，啊，你看那个信仰，你停留在物质界的崇拜的仪式，这个是不对的啊！没有真理的时候，所罗门王自己都撑不住了。为什么？哦，所以一直到后来，你看啊，这个巴比伦灭了犹大国之后，哦，你看整个一直到现在，神要的是什么？不是物质的殿的信仰，是真理在心的信仰。所以耶稣来了就做这个事，哦，所以当时犹太人不懂，还停留在物质界政治的操作，政教合一，那真理的就超越这些，超越政治，超越物质的地上的宗教。但是他又讲到说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启示录啊有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为什么？是神的圣灵啊，神的教会在这个人间，为了预备迎接主耶稣再临。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必须还慢慢的福音传遍天下。那神安排各地各国都有那些虔诚人，他会一个一个会回来，会出现的。但是我们自己的道理要不要明白，要不要清楚？我要你一问三不知，那你怎么跟人家谈？所以福音要传遍天下，要先把道理明白。所以启示录第十章一直讲到说，小书卷的内容要把它吃下去，就是真理吃下去要消化，然后再向各国各民族再去传警告、传福音。你道理都没有吃进去，你怎么传？所以我们要冷静下来，不要一直停留在人情的问题、组织的问题，要跳脱回到圣经真理。那么你有这个真理的时候，很多这些现象都不是问题的问题了，因为你明白了，你就不会计较啊。比如说人家说你怎样无所谓，我改正就好了，啊，人家说你为什么不来聚会，那你要怎么解释啊？来聚会就对，啊，不来聚会就错。你生病的时候你怎么来？那就感谢神在家里，对不对？啊，可以来就来嘛，神并没有把你强迫来聚会才叫对，不能这样讲。那能来你就来，那对神负责，不是今天要来看谁啊，哦，或怎么样啊，都不要这种心态，哦，那么这样的话你的灵性就成长了，你就是看耶稣不是看人。所以不管他讲的对也好不好，你自己要去分析，哦，自己把它想清楚，啊，就算都讲错了你也要感谢主，知道吗？传道你怎么这样讲，他都讲错了，如果你们有一句是对的那就好了嘛，啊，其他那个干脆耳边风听过去就算了。你不要说他为什么要讲错，免不了，因为他只懂一，他不懂十，对吧？啊，你听他的一对好就好了，最起码他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是对的嘛，他相信圣经是对的，啊，解释错那是个人的问题，不是圣经的问题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太在意这个人的问题，啊，那跳脱，那你看到圣经的道理就 很清楚，哦，那么再过来讲到天上的圣所，哦，那地上的这个教堂啊啊，聚会啊，这是好像影子啊，实体是神。所以神的帐幕在人间，表示在人间是暂时的，你会死嘛，血肉之体都会灭亡，所以有一天你要转换变成不朽坏的，那就跟神一样，但是你不是神哦，你跟神一样，不是你跟神，你是神哦，不要弄错了哈，哦，哎，就像你今天得圣灵，圣灵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，托住一切的。但是今天神给你的圣灵是证明有这一位神存在，证明你跟神有关系。但是你得圣灵以后，你并不是神，你并没有神的能力那么强大，你只是跟他有关系，给你体会到他的能力的一部分。好像我们今天的电，哦，我们的电灯这么小的电，证明电的能力，但是你只是这么小的能力，你并不是所有的电，你是有限的，那神是无限的。所以你不要把自己以为自己跟神一样，哦，
你是神的一部分，但你不是全部。哦，所以有人说得圣灵的怎么他还没变好？感谢神啊，因为你还不充电，还充不够饱啊，所以哦，你还才可以那个像电池哈，哎，电池嘿，十块哈，啊，电池十块的电池可以发电多少啊？哦，啊，跟我们台电的电有什么不一样？你不要问我，你问台电就知道了。电池的电哈，杂货店卖的电池的电跟台电的电有什么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嘛。那你要明白，你就进入台电就知道了嘛。啊，你要明白神的能力，那你进入神里面你就懂了。好像这个扫罗王刚刚得圣灵，很充满，后来不顺服，哦，私自献祭，神的灵就慢慢离开，魔鬼就进去了，哦，常常就欢喜欢乐啊。啊，大卫还要为他弹琴。那扫罗啊，啊，就这样啊，这样这样。那我们有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啊。啊，三心二意啊，这样这样这样啊，有时候这样，有时候这样，正常啊。等到他最后悔改，哦，原来明白来不及了。所以，我们哦，越早把心静下来，哦，不要怀疑神的作为，不要怀疑圣经的话。你看，所罗门王都犯罪，大卫都犯罪，为什么？他是人嘛，跟你一样啊，哦，不要以为很稀奇哈，哦，哎，但是都要回到神，都要悔改回到神。我讲这个给大家体会。那再过来呢？这个复活的目的主要是归向神，你看，做神的儿女，救赎，神是圣灵，哦，所以复活目的是给你圣灵啊，得地，得什么地？回到本地，所以物质的以色列国，他回到本地，这个已经应验了。那我们要回到地在哪里？这里的地是啊，天上的啊，圣城的地啊，心地，回到良心，回到是非之心里面去，回到你的本心。而不是回到外在的心，所以这个属灵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好，给大家去体会一下。哦，那个这个复活的路呢，它是一条大道，是神给我们安排走的路，不是你的路。所以我们想到读那个历史，早上读历史，从以色列国灭亡，大卫的王国灭亡，一直到1948年，这中间的路多少？2000多年。那这中间是不是很多人一直想要复活？啊，抗议复国，结果复国几天，用人的角度建设所谓以色列国，没几年，最多的就是祭司国，不到200年，150几年就灭亡了。啊，这中间都还是被其他的国家掌控，他们没有真正的复国。啊，只有到1948年以后，才真正属于以色列人的国家哦。你看这中间牺牲多少人，都是用人的政治的角度。要去复国，要去复国，不成功，知道吗？如果今天要讲复国，台湾有一个国要复国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台湾以前是谁管的？不是郑成功呢，不是荷兰人呢，不是西班牙人呢，我们这个叫做平埔族的，知道吧？凯达格兰国，知道吧？平埔族啊，没波呀，我们汉人来了，他一直退呢，你要恢复，全部交给他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平埔族全部交给他好不好？啊，要不要复国？所以他们原住民叫还我土地，全部还他啊！感谢主。啊，美国的土地是印第安人的，不是他的，啊，全部还他啊！印第安人现在没有多少人，还他好不好？这地上的您扯不完的，所以主耶稣要的是天上的啊，哦！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把那观念改过来。如果你在地上这样转，你就是转，就算给你暂时的复国，因为你的能力不够。政治的问题你很快就被消灭了，哦，用台湾话叫做北戏耶，白死，知道吧？哎，那划不来。所以地上的国都是暂时的，所以主耶稣一直讲到是天上的国度，哦，那么再过来讲到啊，这个神的国度，啊，是喜乐的，是神的里面以神为乐，不是以人为乐，所以这个不一样，哦，那设立圣所，你看古时候以色列是一个国变成两个国，后来两个国都灭亡了。那后来他们从巴比伦回去的时候，已经不分两个国了，也就是一个国了，因为不分以色列跟犹大，耶稣那个时候就不分了。那同样后来连这么小的属于人家的省份的这种国附属的省，到最后都消灭了。